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白菜豆腐汤。我啱啱喺超市买咗两只热辣辣嘅烤猪手翻嚟，咁嗰啲肉切咗出嚟，嗰啲骨咧就物尽其用，爱嚟煮呢个汤嘅。买呢啲猪手咧，千祈唔好抌咗骨，佢煮出嚟嘅汤咧系好好饮嘅。如果你是没有这些猪骨呢，你可以用排骨都可以，或者用瘦肉都没有问题。给一块姜，给我们猪骨下去，先大火煮它十分钟，然后转小火煮30分钟。这里是250克的白菜，硬豆腐两件400克，你用嫩豆腐都可以。切粗件，将呢啲猪骨捞出，同埋转翻大啲嘅火，落埋呢个豆腐落去。煮三分钟，如果你想白菜都好淋的话，你可以同啲豆腐一起落去煮五分钟。这个豆腐已经煮了三分钟，落埋我哋嘅白菜落去，冚盖煮多佢两分钟，加入适量嘅盐。咁呢煲好好味嘅白菜豆腐汤就完成咗㗎啦。